我是铁道旅行安排者，那么在2008年7月6号彰化站10:54。左班车是313-8次旧车进港后引的6574微优化改造区间车。啊，我猜那个109应该在代币这班吧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313-8次进港车进港后引的6573区间车。OK， 关闭车门，准备驶离。哦，吓死了！彩绘优化混编二组全车驶离彰化站，跟113次进往三星康平东的 PP 自强二驶进彰化站，今天这样，再见。